咦，喂，手机好，好吗？我可以了。
下班了，下班了。好，欢迎大家来到那个派抗台湾的议程柜。好，我是今年派抗台湾的议程组的组长。然后今年我们将在9月2号、3号在中研院举办今年派抗2023的年会。好，首先呢，第一个议程呢，带来我们的总召的演讲，就是题目是“办个 Python 研讨会真的有这么难吗？”真的。好，欢迎他们。好，那我跟 Winnie 是今年主席，我是博俊。那接下来演讲我会分为三个部分，那第一部分是介绍 PyCon TW， 然后再来是筹备，最后是我们今年的一些规划。好，那首先是 PyCon，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那 PyCon 主要是由 Python Software Foundation， 就是 PSF 授权，那在全球推广 Python 的一个技术研讨会。那最早是从 PyCon US 开始，那至今已经有超过50个国家举办。那跟其他技术研讨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有一个 Everyone Contributes 的一个规则。它规则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人，就是你都要贡献。也就是说，不管是你讲者还是志工，你都要花钱买票。当然你有财务上面的问题的话，你可以申请财务补助。好，那介绍PyCon台湾。那PyCon台湾我们是从2012年开始举办，那至今已经11年。那我们中间也办了三次的PyCon APEC， 就是亚太地区的PyCon。那还有一年的话，我们是在搬到台南举办，算蛮特别的。那因为我们主要是在中研院，所以我们的会众通常都有800个人以上。好，那研讨会的部分，其实我们这边跟 Cost Cup 差不多，我们也有 Keynote Talk 跟 Tutorial。那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会有 Open Space Sprint、Py Night 之类的其他活动。那细节来说的话，像是Keynote 这一块的话，你们可以上 YouTube， 里面有我们的一些大会历年影片。好 ，Spring 的话主要就是我们会邀请一些专案主持人，由他们带领一些参与者进行那么专案的贡献以及 PR 的发布。像是我们以前邀请过 Committeeson 还有 Airflow 之类的，我们会请他们的一些核心贡献者来带领参与者说要怎么去提出一些贡献。那2021年的话，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就在线上举办 Gather Town。好，那再次Py Night。Py Night 的话是我们 Day One 第一天晚上的活动，它有点类似 BOF， 不过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会准备一些饮料酒，今年没有酒，以前会有酒水，然后跟音乐表演。19年的话我们请了一个乐团，那20年的话因为是在成大，所以就是靠会众自己自发带吉他之类乐器来表演。那2022年的话因为是线上，所以就是靠大家远端唱歌，这样还蛮趣有的氛围。好，再来是 Meetup， 因为我们每年的话投稿稿件数目有很多，那我们要去从里面去挑选我们要的。那投稿率的话，接受率的话大概在30-40%左右，今年比较低，今年只有28-29%。那所以通常会有一些我们觉得不错的稿件，那我们会想要把他们给他们另外一个舞台去分享。那所以我们就会跟在地社群回溯，将这些稿件去 forward 到他们那边，也促进在地社群的一些活跃度。那今年的话我们是跟台南派举办，那已经在7月1号办完了。OK， 那再来是组织架构的部分。那
派抗的话，我们有15个组别，那组别的细节我就不讲了，这个有兴趣可以来摊位上面问。那这么多组别的话，其实我们有超过100位的志工，名义上啦，比如活跃的还是50-60位。那比较特别的话，像是 Data Team， Data Team 的话会负责我们的会后问卷设计以及我们大会的一些注册投稿方面的资料视觉化，作为决策参考。除此之外，也会有一些 Bot 的开发，像是每天告诉我们今天稿件数目增加多少，每天告诉我们今天卖票多几张，收入多少之类的。不过现在收入还是有点好，蛮跳过。好，再来是 Podcast 部分。Podcast 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个志工筹备的 Podcast， 就是他们会邀请一些 Python 方面的开发者或者是知名的讲者来进行 Podcast 的分享。这个待会有一个议程可以听。那这里的话，我们最高有在 Podcast 冲到15名的排名，科技类。然后如果你是赞助商的话，那你可以邀请说你要业配一个广告。好，再筹备项目跟挑战。有点多。好，那筹备项目的话，我分为四个部分来讲，一个是会后检讨，然后前期筹备跟 CFP 也是征稿阶段，还有会前筹备。那会后检讨的话，这一个月内基本上是主席他必须要确认说我们新任各组的组长是谁，我们刚好15个组别，有点多。然后同时开启我们新的云端硬碟，云端资源像是 Google Drive、Trello 之类的事物。然后同时他需要在检讨会上提出你的那个 proposal， 就是你对新一年的规划是什么。而在检讨会上面的话 ，Data Team 会去处理你们填的那个会后问卷，主要做一个数据上面投资一些视觉化。而财务的话会要确认我们今年到底是小赔、大赔、小赚，应该小赔吧。好，然后赞助的话要决定赞助的结案报好，交给赞助商做参考。不过他通常会到11月，不会到10月9吧。好，然后再来是前期筹备的部分，事情开始变多了。那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预算的编列。那预算编列的话，往年我们大概会要花200多万，今年快300万。那300万的话，我们就要跟赞助、跟注册协调说，你们要怎么分？你们要46分、55分之类的。那分完之后，就要看说赞助的级别规划，我们经纪要给多少钱？20万、20几万，多少个？然后注册说我们每个票总要多少钱？卖3000块，来看要怎么达到这个预算的标准。那场务的话，要在这个时候决定我们的场地。并且去做理想上要定期去做场刊。那议程的话就是 Kino 最好在这个时候把你们的候选决定，并且2月的时候送出邀请，并且决定明年的征稿时程。那还有一块很重要的是主视觉，那主视觉的话是 UIUX 或 Design Team 来负责。那这一块的话，你主视觉要先出来才可以有官网设计，才可以有简报模板，那才可以有我们社群的贴文，所以它卡了很多很多东西，这个要先出来。好，挑战的部分首先是预算。预算要考虑通膨，这个通膨不是什么 3%、5% 那种东西。我们今年的情况是，我们看一下19年、20年，应该是这个价钱吧。好，我们就预算编下去，后来发现，然后为什么报价差了快 100%？ 有点，所以不要问什么那么贵，它就差了 100%。好，然后场地确认，因为我们算是有 R0、R1、R3， 就是一个四轨的社群研讨会。那适合的场地不多，那多数台北多数要大于60万，60万的意思就是你准备赔几十万，那就是你再办2年就没钱了。然后如果你想跟校园的话也可以，但校园有个缺点就是他会跟你说我们学生为上，也不能说什么，毕竟是校园，但他其实就是说你可能8月才发现你场地不能用，有很大的风险。那你要便宜一点也可以，那就准备是新北北投，这个人应该就没多少人。那我们是跟中研院，就是要靠一些人脉才能够接到。那中研院比较便宜，所以也是少数适合的场地，应该是唯一适合。好，然后第二个挑战是 Kino 的候选。首先虽然说我们志工很多，但是你对 Kino 的候选人有了解的志工就相对不多，通常是比较资深的。就算是每年 Kino 好了，在你看到这个名字之前，你认识他吗？可能很多人不认识。好，然后再来是邀请率的新的回复率低，就是。我们可能记3个人好了，那可能就会有一个人不回复我们，然后我们就要等他2个礼拜，所以我们要准备很多位候选。然后再来是我们邀了11年了，所以我们说我们每年邀请了谁，他后来决定失败，接受还是说不还是拒绝，这个德性的话，我们目前的文件有点分散，所以这是一个挑战。下面图片是我们以前的一个做法，就是我们会把
各国他们PyCon的 keynote 弄成一个图表来去参考，说我们可以邀请谁。好，到 CFP 征稿阶段，那事情又变更多了。那议程这个时候，你要是决定说你要审稿、征稿以及最后的陆续选择常务的话，你要开始确认你的厂商跟饮食动线。那注册的话，你要开始准备把很多很多票种的 KKTs 开起来。赞助的话，赞助这个时候很重要，你要把你的赞助书定稿，这个待会会讲。然后网页要开发各种各样的页面设计的话，只要开始确认说你厂部的各种平面设计要谁来分配。好，那审稿这边的话，你会碰到很多很多问题，像是征稿到底要不要延期？因为每年的情况都是超过60%稿件，你最后一个礼拜才出现。然后，对这个大概的图片。好，那还有审稿。那审稿的话，跟稿件一样，就是一样超过50%的审稿，你最后几天才会出现，我们就会发现说，有些稿件审的特别多，有些稿件审的特别少，那就很麻烦。然后最后挑选我们的因素也很多，就是加一是强烈 strong accept， 然后减一是强烈拒绝。我们要考虑这些东西的评分数目，有些稿件它都会有一些两极性要去看。然后再来我要确保同类别不要太多，不要今年一堆 AI data， 然后同领域不要太多，以前有一年就一大堆医疗的，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出街不要太少，就是要考虑一堆因素来决定说我们要选什么。对，以前投稿趋势图你看到都是最后一个礼拜才突然暴增的，大家如果想投稿可以先帮我把标题先建起来，这样就不会那么可怕。好，在赞助书定稿。那赞助书的话，尽早是希望3月你就要寄给赞助商，因为他们行销9遍。你3月寄他可能跟你说哦我20万，然后你4月寄他说哦我剩10万，5月寄他说哦没有我这个5万块的。然后再来是你窗口会离职，你去年跟这个人联系，明年他就不见了，你要找新窗口。然后再来是就算他还在好，他可能会漏接信件，不管是垃圾信还是信太多什么原因，所以你要等一段时间。或者是有些厂商他就是他要6-7月才能够确认他的赞助意愿，就会让我们大会经费实行就准备砍预算，砍通常是15开始砍。好，然后再来是在他填表给钱之前都有机会退出，就是他跟你说哦没关系我愿意赞助哦，好不过7月到哦不好意思我没钱了，对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再来是今年经济好像非常的不景气，所以我们很多原本赞助商后来都退出了。然后再来是我们来回的信件有很多，就是有一堆赞助商，然后每个信件又有很多的询问，那这方面志工的斗心率会有点高，需要特别注意。好，再来是最后一个阶段。那最后一个阶段的话，议程它主要是需要把一些事目做一个最终确认，那其中有个讲者票的部分待会会讲。那常务的话也是要把广播、住宿、饮食、大地游戏一些东西做定案。那赞助这个时候就要去跟赞助商去协调说哦，你们赞助金集好了，那你们的 logo、 你们的一些广告、一些文案素材就是要提供，这些也要花一点时间。注册就是好一般票、玩鸟票、企业票这些联系，好一样麻烦不方。那首先就是你在排，就算你讲者你确认好了他们同意了，你在排议程表的时候他还会跟你说哦，不好意思我因为工作原因我钱不够我要退出，所以就要预防好。再来的话，我们前面有说到说，就算你是强者，你也要买票。你可以申请财务补助来拿免费票，但我们很常遇到的情况就是强者会超过期限没买票，就说：“哎，为什么我的邀请码过期了？啊，期限就到了嘛。”所以我们要去提醒他。那往年经验可能通到第三次之类的。好，那最后财务补助，因为我们有如果你是强者，你可以如果你有财务上面的困难，你可以申请财务补助。但是有些讲者有些人他们会去凹财务补助，像是什么交通补助太低了我要多一点，为什么只有2000块我要6000块什么的，所以就会有一些来回上面的协调。好，再来是注册。那注册的话一样，你售票会不如预期，要先知道这件事情，大家都快截止才会购票。然后再来是企业票，企业票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这边只列了一些，像是大家一样邀请码超出期限无法如期汇款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有列一个很长的 FAQ 可以参考。好好，那再来是筹备工具跟用法。那各组都会用到的工具主要有这8个，那接下来是这样。那 Discord 的话我们会每一组都开一个频道，像什么听 Recruitment 听 Finance 之类的。那对于一些 project 像 Pi Night Spring 这种特殊活动，我们也会开一个频道出来。那其他有一些比较生活的活动，像什么 D
电影啊，什么什么喝酒，什么 outdoor 之类的频道，有兴趣的志工会在上面聊。对，然后还有一个 stay station， 就是读书会，软实力读书会、硬实力读书会之类的。好，那筹备工具 Shred， 就是 Discord 它有 Shred 的功能嘛，那我们就会用它来管理我们的社群媒体的贴文，像是说几月几号我们要发的贴文，那边的素材什么内容准备好了吗？我们可能会在 Shred 上面管理，又或者是我们跟赞助商有一个联系，那我们一样会用 Shred 或者一些跨组项目。然后贴文的部分就看组长了，像我们这边有一些组长号会有一个每周进度，就是他会很完善的列说这个礼拜该做什么，又或者是他会准备双周会的一个会议前的一个注意事项。那这边的话可以让如果其他有在办研讨会的话，可能可以参考这种做法，都大蛮完善的。好，黑坑 D 哦，没什么，就是会议记录跟规划而已。好，跳过啊 ，Google Groups。我们所有跟对外联系的邮件，我们都会放在 Google Groups 来管理。就会像是你是议程的话，我就会 CC 那个 Program 2023 Python TW 这个 group， 或者是你是赞助的话，就会 CC Sponsor 的那个 group。那这边的话，你可以去找到一些什么16、17年、15年的一些历史邮件、历史文件记录。那 Google Drive 的话，我们会分两种，一种是 Private 跟 Protect。那 private 的话就是有各自的那种资讯，那这种资讯的话，我们就是确保只有相关业务的志工才可以接触到相关讯息。那再来是表单、自算表这些东西也放云端一碟上面，像注册有准备一个票务信件模板，就很完整的都放在同一份文件里面。其他研讨会如果需要可以参考。那贴文日历，贴文日历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社群，像是脸书、IG、推特、LinkedIn。很多很多社群，然后每天有很多贴文，所以我们准备一个 Google 试算表，就是来管理说每天有哪些贴文，里面的内容怎么样，素材怎么样，负责人是谁之类的内容。Trello 好 ，Trello 看是有哪些组别有需要，我会帮他开一个 Trello 版出来，然后由他来管理说他们 Trello 的内容，像是注册他就会决定说他们的一些文案方面的 task。那 Figma。Figma 主要是给网页组用的，就是网页的一些设计方案上面，又或者是一些贴文上面的素材，就贴文我们会有图片嘛，那图片上面的一些主视觉方面的内容我会放在上面，让需要的人上面去做制作。好，那接下来就换协作上面困难，由维尼来进行。感谢。好，那嗨，大家好，我是 Winnie， 然后接下来我会讲关于就是在社群中，因为社群中就是有人组成嘛，我们是如何面对一些协作上的挑战跟困难。那在讲这一 part 之前呢，相信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好奇，诶，那主席到底都在干嘛？就是你想象中派上主席是怎么样的呢？可能我自己想象，可能大家觉得哦，就是重重在上的位置，然后过得很爽，就你出张嘴，大家就去做事。那实际上的我们呢，但这边是仅限于我跟博俊，然后派前面的是怎么样？就我们到时候到处跪，就是拜托你，就是可以把任务完成吗？就是其实，在社群组织里面，至少派上这组织里面，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志工，就是大家都是没有领钱做事的，所以我们都是偏平等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整个组织也是扁平式的，所以。并没有所谓的上对下的关系，就组员也不用透过什么一定要跟组长讲才跟总到报备，所以就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地位就是偏低落的状态，对。然后我必须说吼，我对排抗台湾2023最大的贡献就是找了博君一起当总召集，就是我反正我们个人就是偏废，然后看到前面新制图，大家知道博君是个组织管理多么强烈的人，所以就是对，感谢你。然后就是在社群里面呢，其实是有许多人组成的，就是各式各样的人。然后我们可以把一个社群想象成是一个圆，然后甚至这些人就是不止在PyCon里面，甚至可能有跨 CosCup 啊、MarCon 这些人的年龄层也跨了非常多不同的集聚。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组织里面，其实这个组成的成员的多样性是非常高的。那当然有它的优点，优点就是我们可以去激荡出不同的火花跟想法，就随时可能会有人丢给我们不同的建议。但在这样的组织之下，我们会遇到很多协作上的挑战。那会有哪些挑战呢？我等一下会列出就是五个我们目前有遇到的挑战。然后这边就是贴心提醒一下，就是我稍后就是列出挑战之后，我会给几个建议的做法。然后这些做法就是没有一定的对错，就是
只有适不适合而已。如果在你的组织适用这些就是做法不适合的话，就是不要写信来骂我，就是可能你还没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这样。好，然后第一个挑战就是相信大家可能都遇过，就可能不可能不单纯只是社群的协作上，可能是哎，你今天发个讯息说哎，大家就是有什么想法就欢迎提出来，就像是今天大力游戏有什么想法提出来啊，今天晚上要吃什么啊什么的，然后。但大家突然哦，给你按个赞就已经很棒了，然后甚至大家全部已读，没有半则留言。那这时候呢，你可以怎么去就是解决这样的窘境？哎，还是有人想法可以告诉我。先跪好，我们这边这情况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在公开频道发现成员的想法的表达意愿其实是偏低的。那我们这边提供了几个就是你可以做的做法，就是我发现你可以去直接 tag 就对这个议题有兴趣有想法的伙伴。前面有说到嘛，我们志工成员其实超级多，应该超过100位之类的，虽然可能不是每个都很核心，但是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想躺着吧，就是你今天去提出一个东西，提一个问题出来，很多人其实不太敢直接发声的。那如果你今天去把就是你觉得对这个议题是有兴趣有想法的伙伴直接 tag 出来，他也许我被 tag 了，好，我要回答，我必须回答，他可能就会对你的这个议题阐述一些回答这样子。然后第二个的话，我们可以用更具体的角度去切入。这个例子是提到大地游戏，那可能大地游戏很多人可能比较没有一些。就可能偏 general 吧，我们可以说那大地游戏的关卡设计上我们可以分为赞助商跟一般社群，你对其中哪一个就是大家对其中哪一个有比较有想法啊，或是大地游戏的抽奖机制应该怎么设计，大家可以怎么有什么想法嘛这样。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给予一些选项的方式，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是完全没有想法的话，也许你可以先提就是讲出几个ABC 猪吧，把一些你觉得有机会就是是这个问题的议题想法或是解法列给大家，让大家透过投票的方式或是对，就是透过投票方式表就是得到他的意见这样。那这边有个小 tip， 就是如果你要去 tag 就是某一组的组员的话，也许你去 tag 他的名字会比 tag 这个整个组别的人会更好，就是你假如今天 tag 一层组好了，然后我今天一层组组员反正还有其他人嘛，没关系，反正就是你今天去 tag 某个人出来，他会觉得你好像是会被重视到的感觉，那我应该要来回答问题这样子，只是小 tip 啦，说不定没有人不一定有这个想法。好，然后再来是第二个是右边是组长的角色，左边是组员的角色，就是组员可能觉得我今天这个任务完成差不多了吧，但组长看完你怎么才做一半啊，不是要叫你在发贴文你怎么都没做，就是这时候会发现同一件事情呢，一个人对同一件事情每个人对他的完成事情的标准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这边我觉得可以从组长的角度去做一个解法，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去定义一个明确的目标，让组员真的知道说你的那个期待是什么，你想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个 tip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之前我跟17年的议程组长 Jason 聊过，我问他说就是到底当组长要怎么给任务啊，我到底要跟他怎么讲才好，然后他就说基本上你可以把组员分成两种，就一种就是你可以跟他沟通，就是你跟他说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的那种人，就是偏乖乖牌的角色。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我只要告诉你说我今天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要干嘛，你只要能够达成这些目的你就可以你要用什么手段我都让你去做这样子。然后我觉得组长可以试着用就是小任务去给起，知道你的组员是偏前者还是后者，然后只要他做事方法之后就是因材施教给予他不同的任务目标。好，然后第三个是有时候我们发现在跨组的讯息会发生吊球的情形啊，这边举例子就是说一层组要办一个 panel session， 然后就他可能很早决定的，但是可能举例而已啊，不要不要介意，反正然后就其他网页组常务组完全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完蛋还要做网页还要做什么麦克风啊有没有准备这样子，然后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事物其实会跟很多组比较牵扯关系，但是其他组可能不知道，然后这时候我们
会建议组长可以，或是组员们可以在公开频道公开事件的处理进度，就是有些组长可能就是每一组的处理事情的方法不同，可能有些组长会在公开频道就直接全部 take 完，但也有些组长是可能自己在建一个可能十人的小群组啊，就是一次去配发任务。那我觉得都没关系，都好，但至少你要在公开的频道让大家知道说你现在这件事情处理到哪里，对，然后。固定会议上呢，能够跟大家同步就目前的状况。这边固定会议可能就只像我们一个月都会开一次的月会，就让其他各组的组员、组长都知道哦，原来有这件事情在发生。那这件事情会不会跟我有关系？就是让大家知道有这个状况，然后再来就是 tag 这个事件可能会相关的可能会牵扯的所有相关人，以及就是如果你担任总召或组长的角色的话，你就尽量帮忙就是散一下，就是。可能这些组别与组别之间共同的事情，这样。好，然后再来这个是，有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任务呢就很难有效被追踪。像是这个例子，很像伯君对我讲的，我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把讲者贴文处理好啊？要怎么催他才比较不机车？还，我相信大家都很有这种问题，就是我到底要怎么去催组员进度会比较？和蔼，就是比较不会造成他的心理上的伤害之类的。然后这边就是也是提供几个 tips， 就是其实不管是在催任务还是其他讯息上，我们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使用这个线上沟通软体，就是我们是采一个非同步协作的方式，然后就我没法认就是面对面，所以其实看不到对方的语就是这句话语气，所以大家可以尽量在讯息上表达。精确的表达你的语气，或是我就是我个人的例子，就是我都用一大堆标点符号跟那个就是表情符号，就波浪符啊、拜托符啊、谢谢符啊，就是爱心符，让大家知道哦，我这句话不是要催你一次，但我是很友善的提醒你这样子。好，然后第二个话就是任务管理，我们就直接开一个催收卡片，设个 deadline， 它就会自己寄信出去给那个对应的组员。第三的话，我们可以试试看在公开频道就是 tag 询问进度，然后也提醒他说，哎，这个东西要在什么时候需要完成哟。然后最后如果他真的完全都没有回复的话，就直接私讯他。我觉得私讯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可能也比较不会伤害到他的方式这样。然后如果最后这个任务完成的话，我们尽量的身为组长角色，我希望可以尽量去给予他一个正面回馈认可，就在公开频道去 take 他，就说哇那个叉叉叉伯君做的超棒的，他把这样子贴文用的超好的什么之类的。对，反正就是我们尽量让组员的贡献是让大家看到，让他觉得被认可，是有一个归属感的这样。哦，好，还有一个好，那还有个挑战是我发现各个社群可能都会多少会面对到说，哎，今天怎么，哎，这个新志工好像又不见了。但这边其实有一个矛盾点的是，新志工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被需要，然后而组长却觉得，哎，你又没那么积极，你要来告诉我你想做什么呀？然后，但必须说，在一个就是新进的志工的立场说，他其实不太知道就是自己要。扮演的角色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这边也是以偏组长的解法，这样我们就是组长，如果身为组长，我组长的话，你必须尽量把所有事情都丢下去做，就是不要自己 handle 太多事情。然后在前期这边前期是指筹备前期，就是我们像我们九月半嘛，那可能十月到十二月就是像前期的部分，就这种事这时间可能比较没什么事情，但是你可以去联系就是组员之间的感情，去确保他下就是在后期的时候还在，不会觉得哦好像已经没我的事我可以走了这个感觉，就是我觉得前期的这个联系是蛮重要的。然后第三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让社群成员尽量是保持着就是有动力、有成就感、被需要感跟归属感的，就是多给他一点任务去做，其实是会让他觉得自己是有贡献的，在这个社群是会被需要的这样。然后最后的话，也就是如果有招募的这样的组织的话，也可以适时去关心一下这些新志工就是目前的状况这样。挑战部分讲到刚那边了，然后之前接下来是讲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社群新组员的话，你可以做什么事？然后应该说，你觉得怎么样才不会雷到组织，或是
我这样可以当个新组员吗？然后我这边给个 tip， 就是新组员其实只要你不要把你通讯软体关掉，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棒的组员。对，就是只要让我们可以把你的，就是让我们可以联络到你就很 OK。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尽量可能会有人觉得啊，我当了这个志工就一定要贡献超级多的，不然我东西一定要做得来什么之类的。但其实就是我们希望你可以诚实告诉我你自己的能耐，就是我自己觉得个人的生活还有工作啊什么都很重要，不要觉得就是一定要把一切奉献在社群，就是把你自己的时间管理做好，然后如果你真的做不出来就跟组长说没关系，我们都可以一起解决。然后今天如果是个社群的组长呢，真的首先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你，就是成为这个非常伟大的角色，就是真的因为蛮多组长其实都跟我说啊，靠，我第一次我不会当组长啊，我之前没当过组长，没有人第一天当组长的，其实就是没有人第一天就会学会这些事情，我们大家都是学中学。然后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新组长的话，我最希望你做好就是 PM 的角色， PM 的话就是我希望你都把事情都要去做，不要扛在自己身上，这也是我一直在告诉我自己跟博君的事。然后我希望有个心态的话是那个可以把就是就是如果事件的话，应该说社群的话，不要想说这社群一定要有你，可以把要让社群没有你，这个社群还可以活下去，才是最终极的目标。这样好，然后好，在前面大概这样，然后我想知道更多，就是关于拍康社群，就是可以找我们拍 case。虽然那时候还是不太懂事的我们讲的话，就是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还是可以跟我们讲讲。然后这样还有拍 case 的那个议程，可以多听一点。然后在社群里面，请大家多多善用，就是以下的表情符号，就是我们尽量以鼓励去替代谩骂，就是我们尽量和平解决事情。在社群里面，因为大家都是没有领薪水的，所以我们要我们没有人是应该做事的，所以大家就是尽量和平的去相处。好，所以我就大概简单大概选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拍个台湾终于回到中研院了，然后现在的 keynote 阵容我们邀请到 Pablo， 就是Python 3.10 跟 3.11 的 Release Manager 跟蔡延龙教授，然后就是我们今年第一次办 panel session，就是会有一个主持人 VS 三个讲者，然后大家自己看就好。好，时间不够，然后再看发现台湾的优点就是这边大家我帮他问 ChatGPT， 然后大家自己去查。好，我这边先给大家看，反正跟 CosCon 有点像，就是其实发现台湾就是参加议程，不只是来听议程，其实更多部分是来交朋友的。对，就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些记着，就是我们其实也蛮多交流活动的。然后最后是我们专属纪念品已经开放预购，那但是我们现在纪念品就是有买票才能购买，然后超多有衣服、袜子、帽子各种尾尾，对，就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然后再来是我们一般票卖现在正在贩售了，然后除了一般票以外，还有一些特殊票种，像是团体票等等，大家可以看自己身份有没有合适，就是可以购买相对应的票种。好，然后最后我们8月20要举办 Sprint， 然后现在正在努力召集开源专案的负责人，如果你有 handle 什么专案的话，就是跟 Python 交易关系的话，就可以来报名。好，大概就这样。然后最后跟大家结语就是，真的有这么难吗？真的，但做完可能会很爽。好，那最后是我们的问卷，然后做完就是填完问卷的话，可以到我们是这样6楼613哦。对，613教室有我们摊位，填完问卷可以到那边去领取，就是参加抽奖的活动。对对对，那我们大概就到这边。哦，看有没有人要问问题？谢谢大家，有人要问题吗？还有想知道我们的苦吗？哦，都没有吗？哦，好，请说。那我先讲缺点好了。那缺点的话，就是说我们两个是平级的，所以说我们很常会遇到一些意见上面的分歧。那我是一数大概遇到十几次吧。那遇到十几次的话，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自己找到一个解法，但有些时候实在没办法，我们就会丢到外面频道来去问大家。好，然后优点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一样是平级，所以说我们不会说事情是都归谁做或都不归谁做。那以往的那种总副招那种制度的话，可能副招
我不是说以前的副招，但是你可能会发现事情很多还是总招在做，副招有时候就，好像不能讲不见，反正就，好，就你可以想象说工作是要会有点差异就是了。但如看你的工作状况，有些人他们工作可能不会很重，所以就还好。但如果有些人他们工作白天负担比较大的话，那其实总招跟副招的话，他的 loading 是蛮重的。那我们今年专总招的话，就是基本上我们事情就是两边互相 cover， 就看。然后如果发现 A 说我这个礼拜比较忙，他可能会跟我讲，那这个礼拜事情就直接换我。那像我们平常月会的话，也是说我们这个月基本上事情是你负责，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轮替的流程。那这是以前总副招比较没有的。好，那应该是这些，看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好，如果没有的话，现在2:03，可能可以进休息时间嘛。好，下一场。我是微软的同事，我可以拍你简报那一页吗？有他的照片。我先递名片，微软的同事 ，OK， 好。我也是数位。我要换个蛇。微软怎么招来的？啊，你们都认识微软吗？不认识，只知道是 Andy 的朋友。那个就是你。我知道你，我有在网上看过这一页吗？对，我刚刚也有讲。